千万次的爱你。无奈，江湖要我跟随着你。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不等提单刀，挑拨我自爱，随心强呼吸，问天何时地。相如能照我意，真相永远抱着你，轻轻说出千万次的爱你。无奈无奈无奈，江湖要我背对着你。啊，狂风呀暴雨，狂风呀暴雨，别得意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啊，狂风呀暴雨，狂风呀暴雨，别得意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你刚才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在华佗是否真中了我在冰蚕上所施的毒？在冰蚕上施毒？这万一赛华佗中毒不解，那你的伤岂不久？弄月精通天文卦象，深知自己的寿命始终未终。教主可以放心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借此机会除掉欧阳明日，那教主就可不必担心了。弄月，等我一旦拿下江山，我就册封你为国师。多谢教主。不过依此时天象看，赛华佗虽有性命之危，但是却未真正结束难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聪明了。骊山，你帮我搭一个坟墓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就照我图上所交代的八卦方位、尺寸以及生命油灯去办好，绝对不能有一丁点差错。记住，这关系到女神龙司马长风的生死，尤其是我。只有你一个人心情不好，赛华佗、上官燕、司马长风，原本活生生的人突然间变成……你也别难过了，越是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更应该坚强起来。来，吃东西吧。吃点嘛。我吃不下。来，吃点嘛。鬼见愁，鬼见愁，上官燕，逆神龙，鬼见愁，都醒了，都活了。可是，我家爷，赛华佗，赛华佗，赛华佗。赛华佗。
都是我的错。医生，臭豆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赛华佗不是说要用你的心去换上官姑娘的心吗？我看到欧阳明日那种不遗余力的去救你女神龙那种情形，说真的，我看了很感动。直到你们治完伤之后，我看到高一山才发现赛华佗他自己已经中毒了。不过其实他在救你之前，他早就知道自己会中毒的。他为什么不赶紧为自己解毒？如果你心爱的人跟你自己都面临死亡，你只能救一个人的话，那你会救谁啊？赛华佗说，既然司马长风都可以为上官燕牺牲生命，那我欧阳明日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让我救司马长风可以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我会按照你的规矩奉上白银3000两准金。错了，今天让我救人的是上官燕，救人却是司马长风，条件当然不一样。那你独拥佳人一夜。信你，否则你的人我想在这里陪赛华佗几天。好，我们一起留下来。我也留下来，一起帮赛华佗守灵。你先回去。回去？为什么？哎，我留下来不是跟大家一块凑热闹，我是欣赏赛华佗这样的人才。臭豆腐，回去跟老爹他们报平安。对呀，如果爹和小豆芽知道你们还活着的话，一定很开心的。那我先回去，顺便再煮一些最好的素斋给你们送过来啊。怎么会有人来这儿啊？总会有人来关心我的。原来赛华佗早就已经料到有人会来看虚实。赛华佗真是料事如神呐、啊！我看，我们就依他说的去做。我去把高一山弄醒。大家小心，千万别着了赛华佗的道。我看赛华佗是装死才有办法。赛华佗已经被你家公子害死了。司马长风，太过分了，赛华佗已经被你们害死了，你们还来这捣乱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什么居心呢？啊，回去告诉你的公子，此仇必报，春风得意功功耗大驾。走。我不要走，我要留在这里为爷守灵。赛华佗信里面说要我们离开，那你是不是不听他的话呀？我
走吧。好吧。你放心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司马长风感佩于心。你也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燕儿的，愿你安息。封闭墓穴吧，让我进去再看爷一眼。骊山，我们也很难过，也不想这样做，但是赛华佗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就依他的计划行事吧。没错，赛华佗料事如神，他早就料到春风得意宫的人会在这儿探听虚实，他要我们马上封墓离开，一定里面隐藏了什么玄机，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，要不然就破坏他的计划了。人都过世了，还有什么计划呀？我们依言行事吧。上官姑娘，封墓。爷。我们离开吧。你们走吧，我要留在这里陪爷，这样他不会太孤单的。你们大家都不要太难过了，如果赛华佗泉下有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，他一定很难过的，尤其是你上官姑娘。赛华佗他这么爱你，如果看到你这副样子的话，他在下面一定过得不安心。如果我们再愁眉苦脸大声痛哭，这样子能够让赛华佗复活的话，那我哭得比谁都大声啊。可是我们这样做根本不能让赛华佗起死回生嘛。起死回生？赛华佗他懂那么多，他医术那么好，上次他也把你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，会不会他有办法能让自己复活呢？我真希望他可以起死回生，但是这次啊，多亏了赛华佗。燕姐姐，你不要难过了嘛，你再难过的话，连小豆芽都想哭了。哎，赛华佗这么一走，当然大家心里都很难过，不过上官姑娘，你今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你必须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是找令堂呢还是先找少主啊？哎呀，当然是找母亲重要了，那个少主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，至少你知道你娘在十里坡吗？这样你去找臭豆腐。找母亲固然重要，然而少主却是关系到四方城和百姓的未来，况且上官大人也吩咐过上官姑娘要找到少主，所以于公于私都应该从找少主着手，只有找到了少主，司马少侠才能和上官姑娘一起匡扶少主，为四方城的百姓造福。
司马大人可是咱们四方城的英雄，你一定要恪少击求，为令尊争光啊。请老爹放心，我一定会和上官姑娘好好保护玉玺，找到少主，完成先父的遗命，步入他老人家的英名。可是现在少主在哪里，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怎么找啊？老爹，有话直说无妨。其实少主他……爹，你知道少主的消息啊？不会吧？少主在卧龙岗。明早动身，去卧龙岗。这其中一定有诈。就算是陷阱，龙潭虎穴，只要有一丝可能，我都必须去。龙月公子，我们要不要去赛华陀的墓探一探？或者把女神龙和古剑仇这两个叛徒给杀了？赛华陀既然已经布了阵，这就表明他料定我们会去。就算我们现在去的话，也讨不了什么便宜，查不出结果。至于鬼见愁和女神龙在一起，这倒是好的。我有一计，除可以拿到玉玺之外，又可以拆开鬼见愁和女神龙，甚至可以杀了女神龙。况且还可以逼问邱老三关于臭豆腐的身世。不知这计策是什么，要不要向教主禀报一声？这玉玺和皇甫人和鬼见愁跟女神龙的项上人头，就是恭贺教主最考虑。爹啊，我觉得呀，上官燕还是应该去找她娘才对。而且爹，你想想，这少主怎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他人活过来了，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而且啊，就这么明目张胆的丢封信进来，说我在卧龙岗，难道他就不怕我们这些人出卖他了？所以啊，以我这个名捕推测呢，就名捕，名捕，别在那儿推测了，大人找你呢。找我啊？我这几天不是在休假吗？别再休了，再休啊，大人让你休息个够。赶紧走啊，大人急着找你呢。他哪回不是急着找我这福星福将帮忙啊？这回又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路上再说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爹，我去衙门一趟。再见，再见，那个我会儿，快点。看来他们已经找到这儿，我和臭豆腐得先离开，避一阵子。臭豆腐，我们。哇，开了。哎呀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这做得有模有样了。看来啊，我这个豆腐小店是有传人喽。老爹，我哪跟臭豆腐比啊？他已经跟您学了十几二十年了。哎，臭豆腐啊，他可不是守着这间店铺的人呐。浓淡正好啊，入口滑润，入喉甘甜。吞咽之后，玉面诸葛，你的武器什么时候变成锅勺了？我不是什么诸葛，十五年的风霜可以改变你的容貌，却抹杀不了我们对你的记忆，还有我们之间的仇恨。无冤无仇，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小豆芽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跟我烧柴火呀？
哎呀！叶阳兄，你干什么？要不要这小鬼的命了？一命换一命。秋爷爷，不要管我，杀他们，替我报仇。乖孩子，这是我跟他们的恩怨，留着有用之躯，去帮助上官姑娘和臭豆腐。爷爷，爷爷，不用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，我们暂时还不要你的命，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放心，我们会奉你为上宾的。老爹，不要跟他们走。走，老爹，爷爷，小队啊，小队，哎，我没事，快去找臭豆腐救爷爷。好。嘿，大人，臭豆腐。你好大的派头啊，叫你应卯倒差还得叫人啊。哎，什么，回答我的话。我请问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呢？学生，这是帮您呢。帮帮什么呀，想点对策段子呀。是啊，还有你，你好大的派头，应卯倒差，你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不对，你有什么歪理？哎，我臭豆腐是最不喜欢讲歪理的。那如果是歪理的呢，我就让你打；如果不是歪理的话呢，如果不是歪理的话，我……哎，不可以啊！如果不是歪理，我就不扣你这几天的粮饷。好，那大人给我听着啊。嗯，正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我老爹最近身子骨有点不舒服，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在家里照顾他呢？嗯。那我在家里照顾他又怎么能出差呢？嗯，那他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大夫，难免要买点补品，所以呢不可以扣粮饷，而且要给津贴。嗯，那我现在是为民表率，尽孝尽善，那我除了要给津贴以外呢，还得给奖金。哎呀，这些先记着，这次呢你跟大头先出去把这个犯人押解到碧血丘去充军，回来以后津贴奖金啊全部都有。万一像上次那样把犯人全部都放走了，我不要说津贴奖金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还要打咱大板，成不成啊？好，来，一言为定，咱们走。虽然三机长约定，可是不知道这个臭豆腐会不会突然又良心大发，把津贴和赏金全都抛到脑后去。哎，你呀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孝顺父母才做这种坏事儿，可是犯法呢就是犯法，这是不对的啊。我知道我错了，这段时间呢你好好的给我反省，好好表现，我呢会向大人跟你求情的。你家的这段时间就别担心了，我会常去你家看你家老小子啊。哎，不过日后呢你真的要改过自新，别再让家人蒙羞为你担心了啊。我一定会听你的劝啊。好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臭豆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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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爹出事了。那我爹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势复发？有什么问题啊？爷爷被人抓走了。我要去救我爹，那个交给你们了啊。哎，这老天，老天，你得保佑他爹没事啊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呢就在这里看着他啊，生活的怎么样啊。大人，臭豆腐呢？是不是又把人犯给放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大人，这回臭豆腐真的没有放人，是他爹被人抓走了，他去救他爹了。大胆。
大人，这回可不能怪臭豆腐。这常言道，百善孝为先嘛。是是是，误会误会了，这次本官说的不是臭豆腐，说的是歹徒胆子太大。哦，现在我命你们两个人帮臭豆腐把那个歹徒抓回来。遵命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你们，你们，怎么，你又想当家做主了？学生不敢，只是这个窦鸡眼和大头都走了，这押解犯人的事儿怎么办？哎，你是师爷，我是师爷呀，像这么小的事情你还让我劳心费什么啊？学生明白，学生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学生告退。把这个烫山芋给了师爷。你还在找什么？快去救爷爷呀！我找到了，我就知道我爹一定会留下线索给我。你们看，他走的时候抓了一把豆糟带走了，看。哎，就算老爹留下过什么，可现在风吹过，人走过，还能留下什么？一定可以找到爹的，赶快帮我找了。哎，臭豆腐，你到处闻呐闻呐，做什么啊？我在闻我爹身上的豆腐味儿。他做豆腐做了十几年，他身上那股豆腐味儿，跳进黄河里我都闻得到啊。哎，闻到没有？没闻到。我的就在这儿。臭豆腐，我看他们真是父子连心呐。也许臭豆腐他真能找到他老爹。我说大头啊，咱们去帮他找吧，没问题，你们在家等好消息。嗯，也好，也许老爹会自己脱困回来，我们就在家等他吧。走走。这七里节中有节，既有共生也有同亡啊。我若下于此处，会毁了边上的黑棋，牵涉太多，或错一步而全局输。可是不下此处也无活路啊。真是青出于蓝呐！是先生承让了。哎，不不不，英雄出少年嘛。不过老朽倒有一疑问，若公子换成是我的话，这棋该如何下呢？先生不是教过晚辈，大丈夫当舍，才能得。凡遇大劫，必须先置死地而后生嘛。先生请。好，这样你可没活路了。真是有舍有得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。今天真是尽兴啊，回家吧。啊，是。
看来这里的主人倒是清雅朴实之士。清雅朴实的外貌之下，也许暗藏着致命的杀机。就算里面有致命的杀机，我们也要会一会这里的主人。周海老弟，我终于不负所托，找到了上官姑娘，司马少侠，找到能为少主完成心愿的人。我这15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周老弟，你在地下有知的话，也可以瞑目了。二位少侠，有请了。刚才二位多有得罪，望请原谅。老朽之所以这么做，实在有难言的苦衷啊。刚才在卧龙岗，是想知道姑娘与少侠是否有耐心定性。至于故意不让二位入庄，主要是想知道二位是否有胆识与勇气。哈哈，二位不愧是名门之后，人中龙凤啊！老朽在此代替皇府城主，恳请二位，望二位帮助少主完成使命。我知道，事出突然，上官姑娘与司马兄心中肯定会有很多疑问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不妨在望龙斋盘桓数日，静观一切，到时自然可解你们心中的疑问。两位，请随我这边走。你还是不肯说出臭豆腐的真实身份。他是我儿子，我已经说过千百次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且慢，臭豆腐是邱老三的儿子没错，可是玉面诸葛沈耀却有一个娇滴滴的如花似玉的女儿。谁有女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要结亲家。说得好，既然沈冰心不是老爹您的女儿，那么你也不必担心你岳父是你的仇人喽。你们怎么？你反对？沈冰心又不是你女儿，你怎么反对？还不赶快去把你媳妇找来，几位大哥去帮个忙吧。谢谢公子。是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说出臭豆腐的真实身份，我就让你们父女见面。臭豆腐是我儿子，本名叫秋鹤。哼，你仔细想清楚，臭豆腐真的是你儿子吗？如果你忍心让沈冰心受这样痛苦的话，我就相信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征曰：“何为明君、暗君？”魏征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君之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”啊！如果他真的是皇甫少主，看来他有心当一位明君。才智兼备，有德有行，四方城有这么一位城主，真是百姓的福啊。嗯，如果皇甫少主、司马叔叔地下有知，知道少主如此杰出，他们可以明目九泉了。我居然认贼作父这么多年，实在是有愧啊。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别自责。这个仇我一定报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抛弃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忘记所有的仇杀，做一个平凡的人，过平凡的日子。等把玉玺交给皇甫少主，找到令堂之后，我们归野山林好吗？你不愿意？很抱歉，我现在是因为赛华佗。那我先回房了。我这真来过这儿哎！哎，真奇怪啊！我们什么都没看到，没闻到，臭豆腐偏偏有办法找到这儿来啊！哎，凭良心说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线索了。不过，说实话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邱老伯。就算找到了，凭咱们三个的功夫，找到了！找到了。这是我们家的豆子哦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呢？哎，臭豆腐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这个豆糟啊，这个不都是一个模样一个味道吗？什么还有你家的、我家的？哎呀，这怎么分不出来呢？哎，我闻我家的豆腐闻了十几年，怎么会分不出来呢？更何况我是四方城名捕，你我浪得虚名啊！啊，你呀是运气好，就怕这次运气不好，老爹可就惨了。呸呸呸呸呸！坏的不灵，好的灵。哎呦，我爹怎么会那么惨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再这样咒我爹的话，你们就惨了啊！我可不希望老爹出事，老爹要一出事啊，我就吃不到那么好吃的豆腐了。一想起老爹的豆腐，我就口水。就什么呀？你们两个没情没义的东西，救我爹只是为了吃豆腐，你们还算我的兄弟吗？啊！啊！摔死人了！你干什么呀你？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个高的顶着吗？哎呀，你家寻死寻活的，不是遇到我们，你早就去见阎罗王了。哎，人家都已经后悔了，你还骂他干什么？我就是怕他以后又想不开，到时候就没有我们帮你了。你想想看，刚才你如果真的两腿一伸，那你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呐，最讨厌你这种遇到事情就要死不活的。我要是你爹娘啊，一定要好好毒打你一顿呐！你打我吧，骂我吧，我就是没有人打，没有人骂，才糊涂到把所有的家当都赌光了，还跟亲友借钱，结果把老婆也给赔上了。眼看老婆就要给人带到妓院里去还债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真不是人，我真不是人，我真不是人，我为什么人？为什么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！以前不是人。不过呢，以后要好好的做人，知道吗？那这些银两拿去还债，不够的话呢，待会儿呢，我回城之后再帮你凑齐啊。
三位真是活菩萨，真是大好人呐！我给你们鞠躬了，以后我一定早晚三炷香，求老天爷保佑三位长命百岁，富贵到老，富贵到老。那烧香求神就不必了，我只要你以后好好做人，别忘了现在的苦，也别忘了要多帮助别人，知道吗？恩人的话，小人一定谨记在心。好了好了，好好做人呐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哎，走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竟然有人在这打斗，过去看看。他们竟然公然在这里打斗，简直是不给我臭豆腐面子吧。对，去阻止他们去。咱们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万一伤了怎么办？受了吧。你们两个那么害怕，到时候不怪啊。臭豆腐，可别忘了你还要找你爹呢。对，可是他们，我认出他们四个了。上回就是他们打伤我爹的，这次一定是他们把我爹捉走的。你别想跑啊！这怎么办呢？上啊！快去保护那姑娘！好，交给我好了。你跃出千山，我不战。与苍茫云海间，我众人费尽，和孤云独自前。赶快捕快，保护妇女是我们的责任。上上。老爷，幸好我的武功高强，要不然我们就没命了。奇怪啊，你看臭豆腐能过去，咱们就过不去啊。是啊。姑娘，别害怕。那些坏蛋是打不过白瞳的，他叫浪子神剑，神剑呐！你说怎么打得过他呢？啊！翻天灭地！大头，你看他们都被打跑了。哎，该怎么保护姑娘了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等等我。姑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哭了啊。他们都被白瞳打跑了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他们哪是白瞳的对手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臭豆腐，姑娘姑娘，坏人被我们打跑了。别丢人了。多谢几位大哥相救。不必客气。我们四方城的捕快呢，最仗义了。仗义，你仗什么义呀？全都是白瞳的功劳。多谢白大侠相救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对了，姑娘，你一个女子怎么会来这儿呢？先别哭嘛，反正再大的事情有我们在，一定帮你解决的啊。让我来，将魂缘是非。